练是一个一个练，用是合起来用，这样的动。那我们身体的开跟合都要练。而我的身体在动的时候，我在动的时候它是松的，是开的，是不是？我在动的时候是松是开，有一个弹力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当我要打落点，所谓落点刚嘛，落点的时候，你的就要收，你就要沉。我们现在是练松练开。现在是练开，讲什么？能开才能合。能开才能合，你能合不一定能开，晓得吗？所以你能开多少，你合的空间就有多大。啊，所以重点是在哪边？重点是那个我们真的在用的时候啊，是开合之间的那个你那个 range 有多大，在哪边？老师，那我们。